的话，香哥就讲。最后登场的两位亚军，明香与明哥，将会以什么歌曲一较高下呢？哇，今天其实这个到后来也算是一种缘分啦，因为你们俩刚好其实也都没有被抽到嘛，对不对？那他挑你，你觉得 OK 啊？还 OK 啊，对啊。好，对不对？能跟这么帅的这个学长一起，很荣幸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请问一下，刘明湘今天选的是跟你借的幸福，是比较有情绪的歌。对，那不要想太多，唱的时候哈，唱完再说。对对对 ，Man 哥，我唱改变。哦，小林老师那首改变吗？哎呀，经典民歌，两首都是催泪的情歌。我可以确定，你应该会是超级星光大道唱英文歌最好的选手。拥有宽广音域的刘明湘。歌唱技巧也十分纯熟，不论中英文歌曲都能掌握得宜。你才21岁，能唱得这么有感情啊！把这只鸟能唱这么有感情，这么成熟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歌手。唱功稳健的张新杰，沙哑的嗓音诠释歌曲。总会有股特别的沧桑感。同为亚军的刘明湘与张新杰，谁能在此战称王？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，此刻的画面是无声的世界。我故意装作不在乎，不在乎你和他的一切。我失去了你，这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剧情。我失去了你，也失去过去拥有的回忆。这样的改变，你却从来不知道。街上。行人匆匆忙忙，此刻的画面是无声的世界。我故意装作不在乎，不在乎你和他的一切。我失去了你，这是一开始就知道。我失去了你，也失去过去拥有的回忆。这样的改变，你却从来不知道。我失去了你，我失去了你。前一天，明湘在彩排的状况一直不太顺利，唱没几句就因哽咽而中断。我哭的原因是，因为我站在，我回来站在。
前有一个人一直陪着在我身边，可能会再看到他。我们还是彼此关心，就是还是关心彼此。然后，你想跟他说什么吗？我还在看节目。加油！我也会加油。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明香是否能克服悲伤，稳定演出呢？